人生何价应知呀、自评估，莫要自怀宝藏抱愤轻，今生不自珍惜性命强，海大山万坠落应惭愧。人生价值伫倒位啊？咱家己应该爱知影，咱家己爱好好自己来评估人生的价值伫倒位呢？咱一世人安怎来啊？呀，来伫人生应该做什么代志？而且未来咱的归向又是什么？再搁在未来，人生又是到何去？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咱的人生啊，应该爱真用心，爱自知，家己好好来评价，评估咱家己呢，到底生来这世人是为自己啊，为家庭啊，为社会啊，或者是为无所事事啊。其实佛陀甲咱讲甲真清楚，人人啊，都自怀宝藏，人人本具佛性啊，人人呢都有甲佛同等啊。甲佛同款的智慧，甲佛同款啊，会当体会天地宇宙万物真理。智慧同等，觉性同在，是安怎？佛陀已觉悟啦，也难凡夫呢，还是一场的糊涂，也搁伫人生随着境界啊，心念的起落，无法度清楚咱到底呢方向伫倒位，确实伫咱日常生活中，定定外面的环境制造了烦恼。埋伏咱的佛性，智慧的光明透不出去，外面的境界呢一片糊涂，就亲像怀着宝藏啊，倒在粪坑同款。你要要好好及时精进啊，今生不自珍惜。所以讲，海大山万坠落，应惭愧。那无有惭愧啦，永远都是伫海大中，永远呢都是退归平地。所以咱爱时时学佛啊，爱定定有惭愧心，学来就是。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清楚了，外面境界才不会去让它糊涂去了。就亲像佛经有一位呢，也有一块园，很大的园啊，但是就是自己很散漫啊，故来呢一块园放在让它打鱼啦，有时候自己会想，
看人各地田啊、园啊，啊，拢种作甲真水。啊，那是时间到，就是丰收。啊，家己的园啊，放咧旁园啊，啊，有影可惜啦。家己这点心，安尼去啦，也就是去看人伫咧做园种地啊。啊，就问人讲吼，啊，你这块园，看你逐年伫咧修行，就真好。啊，你到底呢是用什么方法来经营这块田园？这块田园的主人啊，就安尼甲讲，平时咱爱养地，土地爱甲伊保养啦。你耕作的时呢，土地啊，都爱甲伊翻互伊桑，这个地爱甲翻互伊桑啦。同时，土地桑了后，爱阁互伊平个桑，这个时阵，咱只来个亚经济，安尼个教。同时呢，也那要做田，同款都爱有水分。啊、哦，这个人听到，感觉安尼我拢知啦。开始要做园，就是啊。爱整理土地，果然啊，一片呢杂草丛生的土地，伊已经呢叫人来整理好啊，也土地嘛松啊，也平啊啦，所以真欢喜。安尼，这个方法无错，开始都要。亚经济咯，伊就安尼想，啊，我若去亚经济，这块园这么平又松啊，啊，我若脚骨打落去，去亚经济，啊，这块地呢，敢毋是都定起啊？啊，要安怎？家己去想，哎呀，我应该呢，爱坐伫椅仔里。请四个人来把我扛着，啊，我呢就伫椅仔顶来亚经济，安尼土地我都袂甲打着啦。果然啊，请四个人扛啊，啊，一个人伫迄个所在伫咧亚经济，真侪人看到啊，呾这是咧创啥物啊？伊都真得意讲哦。你看我的土地啦，安尼呢，拢唔免用我的脚落去打，我都下当呢，也经济土地一片的桑，土地都袂定起啊，啊，大家人都底下笑啊，两只脚惊土地打定起，竟然呢，增加八只脚，在迄个所在打吞土地。这是凡夫啊，那应该呢，修行的人爱听指导，却是家己呢自作主张啊。这种譬如是戒，咱戒定慧一定爱有，这戒就是规矩啦。爱殷勤精进，咱那是一念啊，懈怠，实在是自作聪明啊，这都是大错特错啊！所以咱人生的价值真无容易，会当闻到佛法，这是咱的人生的价值。咱有伫咧用功啊无？是不是文化呢？信受奉行也无，家己上知影，
所以要自评估咱家己是毋是分秒不空过，是毋是呢？步步地法以规矩中前进呢？家己上知啦，唔通家己呢辛苦怀着播种啊，安尼搁再倒落伫粪坑里咯。大家人爱会晓自爱啦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时间过去是无够倒转来，业若做落去呢，是永远随心咯。所以啊，今生不自珍惜啦，那都心贫穷。咱那是海带，散漫坠落，阁未晓要忏悔啦，未晓要忏悔，那永远都是坠落，可怕。三道苦难，六道轮回，四生呢？无法度自己，这实在是苦不堪言。佛祖、佛陀的慈悲来人间啊，一代因缘无不多是，要来指导咱安怎行着一条路，方向正确，找回来咱的清净佛性。最近一段《法华经》啊，一直都是讲贫穷子的故事。佛如中者，无忍心啊；浪荡子啊，无忍心众生呢，也搁伫安尼迷糊中啊。所以爱设种种方便吼，哎，派遣两个人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毗卢菩萨，一个是法啦。唯有菩萨应用法呢，投入人群去度众生。所以正面的文安尼讲：是自私人，即求共助，机遇得之，机缘相思。已经跟他接近了，接近了后呢，就以同齐来去那个所在做工，在那个所在呢做工，咱的生活会当稳定。哦，遐个工资袂歹哦，啊，你若要去，我也陪你来去。好，用这种方便法去接近那个贫穷族。用方法甲找转来啦，这些老爸的智慧，哎呀，就是佛陀的慈悲呀！啊，下面接落来这段文，阁安尼讲：逆时共住，善弃其家，心意低分，几乎见住，面子怪气。啊，迄当阵。穷主啊，贫穷一个人，伊来到这个所在，都爱先问讲吼：啊，我做工课啊，到底代价偌多啊？啊，做安尼的工课，会当得到偌多钱？所以先弃其家，心意低分。我做这项工课，会当得到偌多钱呢？好惊啊！安尼伫咧讨价还价，老爸呢远远看，几乎见住面子怪子吼，伫外面伫咧流浪，真无容易啊！转来到这个环境中啦，也过呢伫咧计较啊，我要做这个工课啊，到底代价是啥物？所以老爸呢，还是真慈悲吼，远远看囝，总是囝都是安尼的根基啦。
老爸看看观察囝呢的动作行为，就亲像佛伫咧观察众生的根基，还用什么方法会当导众生的根基？所以咱的一举一动啦，佛陀呢都看伫眼内。自悯在伊的内心，用心说法啊，应机祷告啊，这也就是讲，迄个工作要先起机感，就是磨灭红尘修道。对啦，佛陀开始呢，讲苦啊，苦集灭道，安尼我知影，我修行呢，都是为着要去除了迄个苦，啊，要去除了苦呢，爱想灭掉了我的烦恼，灭掉了我甲人甲人的因缘。因为呢，一切苦的来源，无不都是甲人安尼的攀缘啊，见境啊，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心去沿迄个境来造作真多业，这个道理我知啦，所以我要先起的呢，就是啊，无爱甲人再攀缘。我的心无要甲外面缘境，我会当先取得了一种未过来生伫六道中啊，我会当取得断灭来六道呢，过轮回的代价。我的修行就是要修伫遮啦，所以伊先取其。那灵界简述，释机缘故，吼，先爱去领受迄个四体十二缘法。过去佛陀所施教，因为呢，咱众生听无啊，佛陀第一项要予大家人知呢，人间的苦难。啊，听了后呢，我已经得到啊。接下来知影因缘啦，一念妄生，十二缘起啦，啊，就安尼一直来生啊，啊，就搁作业等等，伊无爱，已经咧，这个价值我得到啊，吼，所以讲灵界简述，吼，简述就是前面所讲的法啦，那是佛陀。初转法轮啊，因已经感觉安尼有够啊，所以释机缘故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就亲像呢，孩子啊伫火体内底啊，中者看到危险，赶紧外面设三机，有路啊车，有洋车，有大白牛车，等等啦。好看到，较紧紧出来。但是，大家人也未了解大白牛车的意义，所以大家人争出火体出去呢，只是干那为着小心牛车、鹿车而已吼。即马现在呢，听到佛陀伫咧甲菩萨讲话啦，那么。大乘法，佛陀并无讲你是小乘，啊你是大乘，所以呢，你的大乘的根基，我向你讲菩萨法，
佛陀无安尼讲啊，确实呢，家己自我评估，感觉讲啊，我就是修安尼的行，我就是这。啊，佛陀呢，伫咧鼓励菩萨立灵根度众生，这甲我无关系，所以伊无去甲伊取着。不好傲哦，前面的文也讲过去啊。不好傲，所以干那修地呢，消息真呢有意呐。先闻其家，此家是释愿。起这个忌惮呢，安尼呢，我已经满意啦吼。那、这个智慧呐，精纯，我都甘愿呢，就是做安尼的工课。这呢，甲自性啦，莫灭修道，同款吼。所以先起其家，即先起灭道之家吼。亚那菩萨呢？都无安尼咯，菩萨就是救人都对啊，投入人群中度众生啊，付出就是伊看到众生得救的代价啦。但是呢，修行的人就是爱互我得到断除呢来生的苦难，安尼讨价啦。还价吼，讨价还价啦，安尼对咧，计较吼，只是呢，修的家己自的吼，一种独善其身呐，在有心法，自性出离心，自性性本严格吼，这叫做起价，我想自性。先好好修啦，才取好这种，卖甲众生攀缘啦。生活呢，安尼乐在悠在，无有责任啦，安尼过日子，这种的代价啦。好方作思念处观，知影佛陀安尼讲，你安尼修行，你都唔免再来轮回吼。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就开始思念处观，观心不净，观修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开始呢爱用心注视。去了解啊，这人生真正是不净心啦、而且呢，法一切法啊，拢是无常啊。咱的心呢，心住意念啦，道心要会当坚固，也嘛是真难吼。就是发一个心修行，愿意修行啊。无偌久的生活，海带散漫，安尼，这呢，拢总是咱修行的过程。啊，要安怎来降服啊？爱断，要来降服这个心，那都爱断呐，服断见思烦恼，所以名为智慧，这就是咱爱用功。爱除掉了种种的烦恼，唔通讲吼，哈啊！人修行，譬如做智慧啦，那干那伫咧清粪扫尔定，其实外面的粪扫呢，
是应该穿啦。穿咱的内心的本素呢，才是真功夫啦。所以，几乎建筑面如怪之呀、啊，面呐、啊，就是佛对众生的面念慈悲吼，建自性地主啦，真正是无好傲，无起欢喜心，要立人群做福业吧，那就是无好傲福。的庄严相，这自性的弟子不好傲，他无好傲的心吼，无愿意啦，无愿意立人群去结福缘呐，所以怪吼，伊都无福德相啊，人甲人拢嘛是爱互相嘛，啊，你都无愿意互相。无愿意甲人合作，那自然人看你袂欢喜啊！啊，你看人无可爱，啊，人看你袂欢喜，安尼呢都无有福德庄严相，所以福是伫人群中修啦，吼啊！怪面子怪之是怪其无求大之心啊！你既然修行啦。为什么不肯发大心呢？所以这是怪哦，敢那得少失大，赶快要修行，给你现在呢得到佛法啦，给得到佛法呢，为什么不爱发大心呢？其不可忍，可忍呢？哈，各位学佛啦。咱爱好好好好爱惜自己，啊，家己呢人生的价值啦，是咱家己爱提升生命的价值，咱爱先去做人的生命中的贵人。自然，人人拢是咱生命中、慧命中的贵人。即使咱有海大山难对落。咱爱赶紧爱忏悔，释菩提都对佛前先忏悔，先忏悔，然后呢告别了伊过去，细数过去，伊接受佛法的过程，就亲像迄个贫穷主共款。何况讲咱呢？所以咱爱好好自我反省啊！自我忏悔、忏悔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